看喜不喜欢。你若有意，就赶紧去提亲。已经，我回去便准备。怪不得闺女死活不愿，原来是你这穷小子，还住着茅草屋。一月之内，若连瓦房都没有，就死了这条心。好，我这便去汴梁找个生计，到时便再来提亲。不求你大富大贵，只汴梁果然繁华无比。爹娘生前曾提到一位叔父在这家。侄儿莫急，这汴梁店铺林立，车水马龙，看你资质聪慧。多谢叔父教导，侄儿必定铭记于你。随我来这边，钱庄需要常来打理。干得不错，叔父为你准备了些礼物，记得常来这领取。侄儿这几日在汴梁城发现吃酒成风，酒伤者颇多，但唯一一家医馆偏远。侄儿言之有理，正。恭喜侄儿开张大吉，经营医馆还需招募几名伙计帮忙。侄儿这几日，揣一个水母啊！没想到侄儿这么快便招揽到门客了，都是叔父教导有方。招揽的
生。侄儿志在四方，这汴梁发展终是有限。门客总赚钱越高，可辅佐你在贸易之路走得越远。钱还白完哦，得当出来接水果啊。钱还白完哦，得当出来接水果啊。救鬼救鬼哦，曹伟去得命啊，快些来汴梁。前日为叔以为你打听到成
多谢叔父。若主。李大娘。哎呦，你看，我就说你看。多谢李大娘成。一拜天地，二拜高。蚕丝可做蚕丝被。蚕丝可做蚕丝被，蚕丝可做蚕丝被，人家。蚕丝可做蚕丝被，人家愿做你被中人。奴家对襟裳略。爹爹，缩条帕子赠与娘亲可好？爹爹，缩条帕子赠与娘亲可好？山河嫁妆天心竹，至宝阁里最你喜欢的样子，我都能变。喵。哎，救鬼救鬼哦！哎，曹伟，记得喵，快洗哟。救鬼救鬼哦！曹伟，记得命啊，快洗哟！一个我的绝技啊！既然如此，多谢叔父，不真受赠与门客。除了赠与门客真受外，多加配。天，真受，侄儿明白了，多谢。
救鬼救鬼哦，曹伟记得命啊，关心哟。